主席，其實有關呢個問題咧，個出發點應該就係話，由於係用公帑，用咗咁多時間去做，亦都係面向公眾咧，出發點必須係咧，就除非有好重大嘅原因，否則係應該傾向披露。咁喺今次事件上咧，當然咧就大家都知道政府嘅講法咧，咁但係到目前為止，俾人嘅感覺咧，都係想用一啲法律嘅盾去擋政治嘅矛。而不是真正去到問題的核心那裡。當然呢，我就這件案件李明治案件呢，我就肯定就不夠我們專員熟啦，因為我看回記錄呢，當年呢他是代表其中第二個被告呢謝柱輝的，在這案裡面呢都是力爭呢是即不用披露，也都是當時是攻擊的那個案件呢是很嚴重地呢，不是只是說好像今次事件那麼簡單，而甚至乎呢是當時的指控是說政府呢有關的調查部門呢是刻意地高調度製造一個輿論戰呢來對那個被告不公平的。咁呢個係今次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嚟，所以我哋呢啲大嘅原則要睇清楚，原則歸原則，每件個案呢係要好小心睇個事實，先至可以判斷究竟係個平衡應該邊度劃邊落腳。當時一個陪審團嘅個個案係非常嚴重嘅，今次呢我相信專員都唔會否定我講法呢，就係話今次呢最多都頂總係一啲可能係公務員嘅一啲行為失當呢，係最多都可能係一個地方法院的審訊，不會牽涉到陪審團的審訊，不會有那麼嚴重的擔心會在輿論上的影響法官的處理和判決。那這些事實我們要搞清楚先。第二呢，剛才都同時提過呢，這個是一個不是只是說刑事檢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一些政策上政治上的問題，針對的不單止是當然非常之遺憾39位的受害者的家屬，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無千無萬可能變為受害者或者他的家屬的香港市民，因為外面很多船不知道有多少隻，現在南丫4號可能只有一隻，但是可能大嶼山5號、長洲6號隻隻都是可能出現，因為這麼多年來海事處的過失，嚴重過失，在機制上、在管理上、在溝通上、在文件記錄上，全部都是根據這個報告，就算表面看都是腐爛不堪。咁嘅情況之下呢，政府會唔會事實上真係一方面固然高舉呢個公訊呢、這個審訊公義嘅問題，但真真正正俾人懷疑呢，你哋係攞時間呢去盡量執返晒你哋海事處以往嘅爛攤子，先至希望呢拖時間慢慢再公布，希望到時已經經過政治大單盡量拆咗佢。呢、這個就係我同埋好多市民嘅懷疑。咁呢個情況上呢，點解揾檢控專員嚟，唔係揾律政司嚟呢？檢控專員其實律政司兩位都係資深嘅刑事大律師嚟嘅，當然你哋刑事方面好熟啦，但係整體上民事嘅問題點啊，政策上點啊，恐怕 DPP 嚟咧就好方便，因為我唔係講政治嘅，你係講技術嘅啫，你只係講專業，我完全尊重你嘅專業判斷。但係今次事件上咧，恐怕咧你係只係咧係側重曬喺一個所謂刑事檢控專員嗰個角度睇件事，係完全忽略了整個社會的訴求，忽略了剛才我所講對於整體社會上關注這件事、關注海事處這麼多年來這個爛攤子的問題。恐怕呢今次如果你不能夠呢在披露上做多些事，包括最起碼就是說，喂，究竟多少個公務員牽涉在裏面呢？他們什麼名字呢？什麼身份呢？性質是什麼呢？其實剛才講啦，你們講那麼擔心的事全部，其實相比起那些已經被告緊誤殺那兩位海員更加不公道啦。你哋公務員點解係咪因為你哋公務員所以要大細超呢？係唔需要為面對呢個咁嘅問題呢？係咪過分保護公務員嘅所謂私隱呢？但係唔好忘記，佢哋係真係錯咗好耐，錯咗好多，好嚴重喎。點解我哋唔能夠知道呢？點解唔能夠盡快逼令政府、俾壓令政府盡快幫助你，甚至乎係改革呢個海事處呢？咁所以問題唔係淨係呢39個家人嘅問題，所以你哋今次用呢一個呢，恐怕呢個盾啊太細範圍，擋唔住啲矛，有啲矛係四方八面射緊埋嚟政府度嘅。主席，如果政府今次呢唔好地處理呢，恐怕呢任何議員都唔能夠幫到政府擋住呢啲咁嘅要求，包括係要 PMP 又好，包括好多其他嘢好，起碼你最低限度都講曬嗰咩公務員咩級別，佢哋嘅性質係犯咗咩事幹。特別嗰啲已經唔使要再負責嗰啲退咗休嘅，又或者可能只係用口頭警戒算數、書面警戒算數公務員，點解唔講呢？咁你哋淨係話刑事檢控，當然剛才啲同事可能誤解咗啦。其實好當然好多問題咧都係刑事行先，但係問題就係話，當你咁重大嘅事幹嘅時候咧，包括你連剛才所講，你連嗰啲被告誤殺嗰啲都要面對同一個風險嘅話，點解今次公務員有呢個咁嘅一尚方寶盾呢？主席，至今嚟講咧，係未拘捕任何人，
所以呢個階段性係完全全一同李明志個案係完全唔同嘅。希望專員唔好誤導本會，唔該。請願多謝，我覺得你嘅問題即係敢問，應該問行政長官噶啦。呢、這個就仲高過局長嗰、那個即係、就是、可答嘅範圍啦。仲有兩位啊，